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王禅老祖开济天龙，万圣之主护我七上帝。见我慈悲悯师护我七上帝，灵山一会万年灯，四八大愿照光明，王禅老祖妙智胜，加持灌顶见太平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。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。各位维新圣教，各位维新贤士、法师、讲师代表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九九法会连坐上，列祖列宗诸祖灵。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，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任何一部经都是古德圣贤或者佛天神上帝所开示的人生的轨迹，告诉各位在世间上会碰到的问题，你怎么样解，然后你怎么样回到心安的境界，如何回到自己的家，凡事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回到自己天上世界的家。所以即身即佛，即心即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佛就是智慧，即身即佛，我们的身就藏着无限宽广的大智慧，智慧藏于一身。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了，自藏一身而不用，神隐三古而无惊，静无所静，空无所空。神隐三古呢，就是三古，世间的贪嗔痴，贪嗔痴三古，照着人世间的，你出世间的天界和三古界定位，在入世有三古贪嗔痴，出现你的在空性三古是界定位，凡事一体有两面。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烦恼，所以鬼谷子他的名号他才云梦山
啊，云梦山呢，啊，一个鬼谷洞，清溪的鬼谷洞，这个已经里面有禅，非常深奥的禅意在。啊，当我第一次去追根溯源到云梦山的时候，去到那个水帘洞，水帘洞呢，一座山，很大的山，啊，一个山洞，很深的山洞，啊，这是不是见到天？这是山。很深的洞进去，啊，这里每到夏天八月份就会流水，很多水出来。这很高的山，在云梦山很妙，叫别人称为鬼谷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天坛。仙佛寺的天坛有墙壁上有一个对联：“鬼谷深居啊，演奇闻。”鬼谷深居，深深的居在我们心中，演奇闻。奇闻不是一般所说的奇闻遁甲，奇闻就是易经的易。所以这里呢，云梦山这个水帘洞很妙，里面就两条像铁路似的，啊，上面一个一线天，将近有40公尺的山这么高，啊，一线天，这是阳，这么两个是阴，这易的法则嘛，一画开天。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。哦，万法生成。啊，大宇宙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浓缩到云梦山，啊，鬼谷洞。哦，这个里面有很深的禅机。所以王禅老祖，天上界有王禅老祖，到世间上来投胎为王鱼，在云梦山这里修道，啊，充满的很多很多的神奇，但是一个最大的真理就是易经，就要用易。这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，无量劫以前到现在和未来，都在云梦山啊，水帘洞洗水滑毛啊，有人把它称为鬼谷洞啊，真正的禅机为水帘洞洗水滑毛，正金刚不坏之身啊，所以我也欢迎各位，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进去到鹤壁的祁县，到云梦山，可以去那边参访，可以找到历史的很多的大智慧。所以就自常一生而不用，就是每个人内在心灵有无限的大智慧耶。
有几千万年来都在我们心中原来就有了嘛，我们没有拿出来用，啊，放在里面，用自己的假我，小丑雕虫小技，走自己的人生，有时候会感觉很可怜。啊，神隐山谷，就在贪尊师嘛，啊，贪尊师里面，啊，从鬼谷洞，就水帘洞。水帘洞水帘洞上面是阳一线天啊，下面的就像牛车的轨道是地是阴，一阳一阴一天一地，天地之间万法含藏在其中，而且其中呢，就是义啊，所以这个经中说神隐山谷啊，这有的人解释有什么大陆有什么纵横谷啦，什么谷啦，太极峡谷啦，不管什么谷，就是我们烦恼的黑洞，所以。啊，神隐山谷而不用啊！记住，我们的神在哪里？啊，就是贪嗔痴三嗔痴在里面。但是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光明面智慧，我们不用而已。神隐山谷而不用，很可惜，而无惊。以为我躲在贪嗔痴里面世间里面，以为可以躲一辈子吗？不可能，有一天我们身体还是要回归大地，我们的灵性还是要走，灵魂还是要走啊。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有什么长生不老，若是大家都不死的话啊，现在街上到处是怪人啊，大家都不死，身体不坏，不回归大地的时候啊，满街都是没有苍蝇，因为我们的头皮啊尿径苍蝇都被我们夹死了啊，到处都是怪人。所以这个宇宙的法则嘛，借假身以修真，假身以修真，找到我们的灵性啊，找到我们的生命的光辉在哪里。但是生命是无形无相啊，无形无相你怎么找到自己的生命？有时候我们的亲人走了，到底他走在哪里？在我们心中里面，我们都不晓得啊，以为我们的祖先死了，他去哪里？去天国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的心你悟了，天国在心中，极乐世界在心中，佛世界也在心中，天界哪一界三十三天界都在心中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大悟其外嘛。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呢，想到熬死了以后不知道去哪里，真的想到气笑了。啊，若是还没有死的经验的人，啊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但是我们在世间上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宗教的素养，不然我们还在埋怨的世间人对我不起，哪里对我不起？到死的时候，你的灵魂一直站在家人家的门口，你也进不去啊！人家的门口有守护神，你也莫可奈何啊！所以才有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说的是大小战争，这么多的怨灵，各位列祖列宗主灵魂们，你们要往自己内心里面去找到自己呀！
啊，我们的灵性，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的灵性，啊，所以希望各位，我们在座的莲座上的，啊，所有列祖列宗，三界万年们，啊，要有所顿悟，我们也已经讲了很多了，不再重复。啊，神隐山谷而无惊，静无所静。我们在世间上，你真的啊，我要静啦，我要静啦，什么静？一个人业障来了，你烦恼来了，你怎么静？根本就不可能静啊！你要认识自己的心，没有烦恼就是静。你如果找到没有烦恼，学易经嘛，用易经嘛。所以邵康节先生梅花易数哦，那的真的是一部值得我们大家去学的去研究参考的一部书，邵康节的梅花易数啊，邵康节了，人家说师父啊，你的大限到了，你可以往哪里去啊？邵康节先生他说，我天数已经到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不要逃避，我还是要走，啊，还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天上界回去的。所以他邵康节作画了就走了，灵魂出窍了，从这里出窍回去，好了，把身放下来，回归大地，回归大自然。啊，但是灵魂你没有走，没有走，啊，也在我们的身边，因为我们悟了，我们的唯心圣教唯心宗，心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大掉无边的虚空，地球都在心中了。所以我们的心有佛的话，心中有佛，佛在心，心中有家人呢，你把他想了跟你坐在一起，真的就在心上。我们有一个同修师兄，他的爸爸妈妈也都走了嘛，他很孝顺啊，说哎呀师父啊，我的爸爸妈妈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啊，你有没有把爸爸放在心中？没有嘞，我认为一直想我爸爸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好像去朋友家的样子啊。我说不会了，在心中啦。我身上有没有十块钱？有，二十块有，有两个二十块。好了，你跪在这边，你想着你爸爸说说啊，爸爸，你现在在不在我心中？若是在的话，请你杀飞仔仔。好，那么我就跪着，叩叩叩，杀飞，跳起来，师父啊，我爸爸身体坏了，竟然在我心中，在我这里他没有离开耶。因为你有修道嘛，你的心把爸爸妈妈、你的列祖列宗都在心中嘛。说我你要念经啊，念经回向给爸爸，诵经回向给爸爸给妈妈啦。哎呀，我以前都想我诵经回向给我爸爸，他在遥远的那边，不知道有没有收到。我寄快递有没有收到？哦，寄现实有没有收到？用 email 过去，他不知道有没有打开电脑？哦，或者用传真的，他有没有传真机？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收到。我说你把爸爸放在心中，你可以保护，清楚吗？那么你现在问你妈妈看在不在，我不敢了，我妈妈在我心中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的守护神都是祖先呢，啊，不要对祖先不孝啦，啊，你要多念经，多诵经，念佛回向给祖先嘛，做好事回向给祖先嘛，说好话回向给祖先嘛，祖先就会帮你忙嘛。所以我们在世间上
走一趟呢，有很多的人生点点滴滴。所以经中说见无所见，你怎么见？你不了解你见不了了，当你了解了你就会见了。所以我一直要求各位，你们诵经啦，回向给祖先啦，他们都在心中啊。你就像一个漏斗，像云梦山这张图啊，云梦山这张图呢，上面水帘洞啊，水帘洞里面啊，这个空气上面氧可见到光，就等我们的口漏斗食道，记住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无底洞的很深很深里面。到每年八月五日到十五日，一定会出很多水下来，流很多水，将近有一两尺水下来，整个山上水哪里来也不晓得啊，这是叫洗水滑毛嘛。哦，所以这个空里面就是我们的心。再加上是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我们把心就是智慧开发出来的时候，鬼谷子就是我们的至圣嘛，中国的智慧之圣。那今天哦，我们把尊敬为妙至圣，妙是空中妙有之妙嘛。啊，所以我们空中妙有就是我们内在身心里面所原来具足的意境，意之大道，意之心华，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所以天地之间在我们心里面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啊！所以我一直鼓励各界你们来读易经哦，太上道祖也教我们要读易经，从易道你就知道可以知道天机。你不知道天机，你的人生你怎么走？那么你的天机你可以用易嘛？而用易是内在自己的智慧，不是别人的啦。我只是借着我的因缘，把易经传给我们那么多的法师、讲师。法师再转给你们各界啊，一以贯之啊，哦，就自常一生而不用，每个人的智慧在里面，你怎么拿出来？只有一条路，用易经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开示我们的，你要冷冷静静去悟，我把它很深奥的化为很简单的讲给各位了解，和生活融合为一呀、啊。所以我们的空无所空，什么叫空无所空？你啊，空性天上世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你会来世间？啊，你来世间啊，空空空啊，什么都空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你要吃饭，你要尿尿还是有？喜怒哀乐还是没有，什么空？所以空就是心安的境界，叫做空。心不安，空不了。在家里骗人的啦！哎呀，我现在心很空，我无啊，什么都没有哦，我没有烦恼。你没有烦恼就是有烦恼，因为你把所有过去很烦恼的事情都全部思考一遍，哎，慢修呀。你不想即想啊，不想即想，所以就是把握当下嘛。上海一切天为功德，普天下苍生去